哦，我今天超级的兴奋，因为我今天呢是要第一次骑着我的自行车去和我的小伙伴汉娜一起在马场去骑马。我妈妈跟我说，我一定要小小心心的才能骑过去，要不然下次她不会再让我骑车过去了。我今天已经超级的兴奋，超级期待我今天能不能骑上我的心爱的小马呢。然后现在呢，我快要骑到了，汉娜，汉娜，我来了。嗨，路易斯，路易莎，你终于来了。哇哦，你骑得真不错。我现在给你妈妈打个电话，然后跟他们说一下你已经到了好吗？要不然你今天的话也要穿得正式一点，然后我们会今天可能会骑马。太好了太好了，你今天终于来了。然后我要给你介绍一下这些小马呢。好啊好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木木，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骑的小马。这真可爱。我们要给他一个胡萝卜吗？好的，来吧，给你木木。啊，真可爱这个小马。我们等会儿可以坐上去吗？我觉得我们现在还不可以，等我妈妈过来之后可以让我们骑马。真的太好了，路易斯，我刚给你的爸妈打电话了，你爸妈说可以没有问题，你可以跟我们在这里一块骑马。然后妈妈妈妈，我跟路易斯说了，我们要跟路易斯一起骑马。好呀，可以，没有问题啊，真可爱。我这里呢是放了一个箱子，小朋友们你们要骑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箱子上，然后站着箱子给他骑到小马上。你们可以过来，你要不要第一个试一下汉娜？好的好的，我来。路易斯一定要小心点，现在轮到你啦。哟呼，太棒了，我们现在坐在小马身上啊。木木真是特别的温柔，特别的有意思哦，在上面还会有一点震动呢啊。我觉得我爸妈是完全不会相信我还会起晚的哦。不是吧，都已经到六点了，我该回家了啊。今天是过得非常的愉快，我也想在家有一只马。没关系啊，没关系，你下次可以再次到我家来玩，跟我一起骑马啊。你们家有个马真是好，那下次再见咯。汉娜再见，木木再见，汉娜妈妈再见，拜拜，去去路易斯。那你就玩得愉快，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